新城乡加里部落的族人九号上午前往新城乡公所原住民文化馆报讯息，广邀大家一起来参与阿美族部落丰年祭。而新城乡长何礼塔也致赠文化礼金来支持部落文化祭仪，而同时也广邀乡民一起来体验阿美族最传统的文化之美。8月9号早上11点，加里部落青年来到新城乡公所原住民文物馆来报讯息。新城乡长何礼塔迎接加里部落族人的到来，并且以阿美族最传统方式把他故事来报讯息，来告知全乡亲，在8月10号加里部落要展开一年一度的部落丰年祭，同时也广邀大家一起来参加。部落的年轻人就绝对到部落重要的人士家里去报喜，我们什么时候办什么样的活动，希望他来给我们弟弟来参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传统文化啊。今天是改版，改了部落，明天是丰年祭，他来这边邀请乡长报信息给乡长，说明天是他们丰年祭，邀请乡长来去参加啊。新城乡长何礼塔表示，8月10号有加里部落和嘉兴部落两个场次的丰年祭活动，可以说是新城乡南山村传统祭仪的盛事。族人们远从北中南其他县市回到自己部落来传扬阿美族的文化，也欢迎在8月10号这一天共同来体验阿美族的文化之美。记者庄永贤报道。